额娘的皮肤最近越发的光鲜亮丽了，这可不是喝燕窝能调出来的。你的小嘴啊可真甜。娘娘，十三福晋来了。余宁啊，德妃娘娘吉祥，快来坐，来给余宁盛一碗。是。最近怎么会有空来看我了？逸翔最近虽公务繁忙，但还是差人带来了娘娘最爱吃的奶酥，让我给您送来。这十三呢还记得我好这口呢。逸翔最近怎么样啊？娘娘最近应该听说了逸翔和四哥被户部收账的事情，弄得阵仗颇大，朝中人人都说好呢。嗯，这收账啊的确是为皇上分忧的好事，可是也容易得罪人啊，真是难为他们兄弟俩了。娘娘放心，他们进展得很顺利，捞完了小虾米，已经抓到了最大的鱼。妹妹所言姐姐不是很懂，这收账就收账，怎么跟什么鱼扯上关系了？就是啊，这大鱼是什么呀？他们之间的事情我也知之甚少，这具体什么意思倒把我给问住了，我还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。好了好了，前朝的事情让爷们们去忙吧，我们女人就不用操心了啊。来尝尝皇上刚刚赏赐给我的燕窝。嗯，好。嗯，真是好吃，皇上真是疼惜娘娘，什么好东西都给娘娘。你这小嘴啊比明慧的还要甜，要是喜欢吃走的时候拿一些啊。多谢娘娘。嗯，你刚才说的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刚才说什么了？什么大鱼小虾米，听起来煞有介事的样子。你说这句啊，惹你不高兴了，抓到你把柄了？人人皆知户部就是个空壳子，就算四爷与十三爷在也无法扭转乾坤。那可未必，信不信由你，你要是不信咱们就走着瞧，看谁能笑到最后。你何苦装得如此自信满满，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。反正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也总有提防不到的地方，你们做的事情我们早就一清二楚。爷，今晚的行动你可要小心，参与运金子的人是否都是爷的可信之人？什么意思？就怕有一些防不胜防的人，我看就是那个来历不明的赵凤初。这些事不用你来教我，做好一个福晋的本分就可以了。好吧，我就做好一个福晋的本分。十四爷马车给您备好了，该出发了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是。那明慧就祝爷一切顺利。